而不满立法院国民党团下令将让表决，让这个核四公投成案，民间团体来到立法院抗议，痛批国民党团只看到党意而无视于民意，并强调现行的公投法是鸟笼公投，是假民主，因此对立法院拉出封锁线，认为违背民意的立法院不值得存在。 拉起封锁线，民间团体今天要包围立法院门口，强烈表达不满国民党团要用人数的优势强行让核四公投案过关。永和立委，二搞共同，二搞共同，遵从党意，遵从党意，违背民意，违背民意。发动全民包围立法院的废核行动联盟批评立法院国民党团无视于三零九废核大游行，而是二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停建核四的民意，却一心一意只想听党意。这种高门槛的鸟笼式公投根本是假民主。 现在的公投已经变成国民党操控的工具，是一个假民主。不少艺文界人士也来到现场声援，导演王小弟强调，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努力寻找废核之后的解决方案，唯独台湾政府什么都不想。别的政府都觉得他有义务来做一些事情，想一些别的办法，但是我们台湾好像政府是不会想办法的。 他不会想办法。数百万民众集结在立法院门口，大声抗议，也强调现行的公投制度让台湾民主大开倒车。透过这种陷阱公投决定核四生死，也是政府在践踏责任政治的原则。记者林志美、张子嘉、林国煌台北报道。